心总，其实我知道现在说这句台词特别傻，但是我必须得说，事情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其实是闭嘴。哎，你们两个男人能不能成熟一点啊？安哥，说你呢？安哥，有什么事儿改天再说。不行，每次都被不相干的人打断，今天必须说。 杜若，啊，马上回家了。叶林在急救中心，啊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哎，我送你过去吧。不是，坐我的车，我的车快。你的车快，但它不安全啊。怎么不安全了？我骑车很安全，并且我车技一流啊。不是你的车安全，有我的车安全吗？我的车房车。但是慢死了，我那车都快啊。Excuse me，哎，你知道摩托车每年。 这世界很酷。